今天表弟家办酒席生儿子了，我带着妈妈还有侄女们去祝贺一下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今天这个天气有点下雨了，不过下雨也挺好的，不会很热。快到喽，过了这个天堂湖大坝就快到了。到了，听着男孩，妈，听着大舅的还是听着男孩？妈，他的不是大舅的伴舅啊，他在大舅的伴舅啊。他的伴，他的伴舅好在这边办，三舅跟着大舅的在这。反正你好，他的没地方，他的儿没地方办的哈。嗯，没事。刚才有个舅娘说她家电视机坏了，让我来看看。那我顺便去给她瞅一瞅吧。上都上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没带工具。吃了够量啊！那还是电视机，什么是玩具？哎呀，把沙发外一套。不错吧？啊，不喂，今天吃吃。哇，那个个边膜，这是有点像边膜，但是又不像。嘿。好乖，走，就看这电视机。那屏幕感觉有一条有一条横线轮啊，就是个木棍的啊。你说哪个颜色呀？哎，哪个颜色倒好说，主要是屏幕有线那个问题比较麻烦。那个条纹的，这肯定还有条线轮，好像忘了。那个颜色没调回来去。那不是调回来，你调不回来，那是有问题，有故障啊。看了一下这个问题的话，没拆机是解决不了的，有可能是排线氧化的问题，但是没工具，现在没工具。现在搞酒席都承包了，全部都包给别人做了。这里一个大灯柜，里面蒸各种东西，粉蒸肉糕都在这个里面。现在还在准备阶段，还没有完全搞好。哎，好久没见大表哥了。哎，刚才我上来的时候，大表哥去送礼去了。他今天送了多少家？说一下。三家了。送了三家。多还还没跑的。还有。还有没跑完的。那我不晓得。都是干啥？都是结婚的吗？升学的还是？考学的，全部都是升学的。嗯。我的妈呀！一天送三家升学宴，这也了不得。那没包儿吧？怎么是飞的？我也飞了两三天三四天。我还以为还在那儿玩呢，在没事了，肯定要退休。我也退休了，还玩么子？退休了，怎么不飞来上学是？光玩。从哪儿到哪儿啊？我冇到西藏啊，只到了一趟极乐。什么是走么子线路？三月八嘞。这年还能走哪儿啊？搞错的，根本就没得，没搞不上反应的，那大爷就都吃得几好的。他是有轻微的，但是不严重，我都带了氧气。嗯。小朋友的外婆来人了，放鞭炮，隆重迎接。还有班里登记哟。这是牛肉，整只的烧鸡，这个毛豆皮蛋都搞成花了，这一大盆肥肠，怎么看着有点长啊？三个老表在一块儿吃啤酒席。大表哥，反正一顿鸡来，加日常，我不干这茄子，加日常，那是那个加日纯边，好口弹的呀！来，老表，干杯，我们三个。这个是粉蒸肉夹馒头，都吃完了，准备走了。
这里离我们家里那么近，但是习惯还是有点不一样啊。这里就搞一个个的小火锅，我们那里全部都是用完的，没有火锅。走了，我们也要出发。还哦，对了，还要去给姨看一下她家的洗衣机，去看看姨家的这个洗衣机啊。小朋友，今天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你最喜欢的吃哪个菜？都喜欢，都喜欢，都喜欢。看看哪个洗衣机坏了，这个洗衣机。我什么问题啊？我觉得你们看不懂名字。不会是照片坏了吧？这个轴承坏了，哎，轴承坏了，只能换了个离合器总成，不划算。它噪音离，轴承的噪音太大了。换离合器总成的话，还不如买个新的。表弟说买个新的算了，不用修了，嘿嘿嘿。